下列哪一种动物不会飞？一，火鸡；二，飞鼠；三，蝙蝠；四，天鹅。天鹅是可以吃那种肉吗？天鹅肉啊，那个人不能吃，癞蛤蟆可以吃。飞鼠吧。好，嗯，来，请坐。哎，对，好吧，方便节目进行。答对了没有？这不能离开椅子。请坐。飞鼠它其实是靠滑行。他全身已经剩下骨头了，还有女生一直刚刚要不是金玉郎挡住，他已经到后面去了。飞哥，你要帮我坐住。好，我这个看不过去了，那你先坐到电椅上，我帮你坐。我不要，飞哥，他要抱我，我没有。你恶不恶心啊你？哎，还不抢椅子？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这样，你看我差点的。把金玉兰撞到！我告诉你哦，我抢到椅子，但是我们没有骄傲哦。好，请上座。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出场。各位好，各位好。哎呀，各位仍然有这个勇气来参加这个电椅啊，本人非常感动啊。飞哥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，被电是本人毕生的荣幸啊。哎呀，从来没有被电过，是吗？哎，现在大家不要被他的表情吓到，他等一下你就看得出来。飞哥，那我有个建议，等一下不论谁坐到电椅，都让他代表。好，不是你想的美哦。干什么？你拍写真集啊？这个刚刚在后台看到钟真，他还不太高兴，是吧？其实男人也有柔性的表现，对，表现一下男人的妩媚。比如说第一个动作那种 pose 摆出来，哎呦，哎，保证可以拍。这个还不是很理想的。哎呦，我最满意是另外一个动作，来，有没有？其实男生可以有柔性的一面，是，你这个你摆个 pose， 你是可以拍的，我是怕一本都卖不出去。基本上你不要担心，我一看到他就想起那个《侏罗纪公园》那个蜜蜡里面有一只蚊子在里面。蚊子不容易啊！酒孔旁边站的是位美女陈慧琳小姐。人是愈来愈水，歌是愈唱愈好啊！大家都有同感吧？对。身材不好，真是吃过。上次我好几个朋友身材不好，来这边电完之后，哎呦喂，那个身材非常的窈窕。那现在的帅都是女孩多一个男孩，原来她也是女的。哎，对，你身材不好、啊，被你猜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是金玉兰小姐。金玉兰最近刚刚才结束了一段这个一段恋情啊，是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对你感到非常的这个开心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林美照小姐啊，林美照小姐呢，这个她的一生啊，跟恋爱完全绝缘。怎么这么讲啊？要不然怎么到现在还单身一个人呢？不知道，嫁不出去。哎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她呢，你看，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哦，你错了。我虽然没有结婚，可是我喜欢谈恋爱。恋爱对事业会不会影响？飞哥，老女人的春天好啊。罗慧娟，拍拍手。哎，拍拍手。罗小姐是演戏剧的，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是的。这港剧拍得不错。那你还问我是不是演戏剧？你等于矛盾吗？不是，我是考考他们怎么的。你在《水浒传》里面演的潘金莲，我非常喜欢。你是准备拍这个戏给我看？不是，你不是演那个潘金莲勾引武松的那个人？我没有这个身材，比起忠贞的话。还忠贞啊！拍拍手。忠贞的勇气，我们就是很佩服。越是电影，他越穿的短，他是这样。他习惯了，他其实就是这样子。还没开始，我要介绍两位，他是负担各位大家生命安全的。
洪恩综合医院急诊室主任医师李德初医师，欢迎他。谢谢。还有我们的这个齐学会护理长，欢迎他。护理长。所以等待会儿万一有什么状况，请医生帮帮忙了啊，各位啊，好吧。听到哨音就开始，今天呢、啊，绝对不能放水，好吧？好。嗯，硬碰硬。交孔干什么？哎呦，小心你哈！请坐。刚才还没开始，什么意思？那个，拜托，10000块我不要，不要骗我，不行，请坐。请问啊？请问，电是谁发明的？哎哎，九孔，你的脸加上你的声音，真的会吓死人的。对呀、啊，不要啦！请问电是谁发明的？一，法拉第；二，爱迪生；三，富兰克林；四。以上皆非，电是谁发明的？这我们急诊室医生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我他心脏是很差。我在选四哦。选四，以上都不是的。好，请坐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！怎么样？哎哎哎哎，什么情况？人工呼吸的？怎么样？你们氧气罩没有啊？干什么？别那么快！如果觉得呼吸困难，不要客气啊。太吓人了！是是吧？答对了没有？恭喜恭喜！正确答案，因为报观众在报纸上已经有投诉，说我们要念出来。正确答案，电是自然存在，不是人发明的啊。所以以上皆非，答对了。你俩啊，把油灯拿出来。吓死！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不哭了，好乖。干什么啊？好。罗慧娟，可以，我愿意。像这种男人，你也往他身上靠。罗慧娟，请上座。眼镜是哪一国人发明的？一，意大利人；二，法国人；三，中国人；四，日本人。有没有提示啊？四海之内的法国人，好像不是法国啊。四海之内的日本人，怎么歌唱起来怪怪的啊？你四海之内的意大利人，中国人，请坐好。眼镜怎么会中国人？答对了没有？还有还有，恭喜恭喜！陈慧琳这样，他我看他比谁都紧张啊。中瞻。下列哪一种动物不会飞？一，火鸡。二，飞鼠；三，蝙蝠；四，天鹅。天鹅是可以吃那种肉吗？天鹅肉啊，那个人不能吃，癞蛤蟆可以吃。飞鼠吧。好。嗯。来，请坐。哎，对，好吧，方便节目进行。答对了没有？
不能离开椅子。飞鼠它其实是靠滑行。他全身已经剩下骨头了，哪有女生一直刚刚要不是金玉兰挡住，他已经到后面去了。飞哥，你要帮我做主。好，我这个看不过去了，那你先坐到电椅上，我帮你做。我不要。飞哥，他要骂我，我没有。你恶不恶心啊你？还不抢椅子？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这样，你看我差点的。把金玉兰撞到！我告诉你哦，我抢到椅子，但是我没有骄傲哦。好，请上座。活该。请问蜻蜓幼虫靠什么呼吸？啊，请说。一鳃，二皮肤，三触角，四气管。它不可能有气管嘛，对不对？它也没有鳃，所以说它可能用它的触角或者用它的皮肤来。呼吸，哎，也这两个里面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说呢，应该是用它的触角来呼吸。触角，对，请坐。要不要换答案？给他一点机会，要不要换答案？要不要换答案呢？你认为这个答案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对的，因为皮肤对皮肤的啊，你的意思对不对？你的观念也是对的。快来选皮肤了啦！现在看你看谁不顺眼，好吧？该你吹，来吧，对不对？自己心，我们不要说是谁了，自己心里有数。不能，我们不是很明显。声音题，好，请听出这是什么东西的坠落声。好，请问这是什么声音掉下来？一石膏像，二电风扇，三电视机，四花瓶。要不要再听一次？不用吗？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好，再听一次。好，导播请。电视，好，请坐，请靠着，一定要贴着。答案对了没有？还有，飞哥怎么会问不倒人家呢？又开始了，现在开始完全很凶了，掉了一张了。我们已经开始好久了，飞哥。年关天边满庄公公，都是你出来武林了。请坐，恭喜恭喜恭喜。请问，滑铁卢之役是在西元哪一年？一1916年，二1914年，三1815年，四1805年啊？题目我都没听清。滑铁卢你不晓得？哦，有没有？我们不过一个节日有没有？吃粽子的，就是这个。法国的啦。滑铁卢就是啊，这个拿破仑跟威灵顿的战役啊。克林顿。威灵顿。怎么样？再说一次。答案一。1916年，二1914年，三1815年，四1805年。嗯，请作答。这一题李志奇可以暗示，别人不能暗示。你们也可以两个一起来做啊，可以。长官欢迎吧。哎，欢迎李志奇先生，掌声鼓励。我就想要看到我们李志奇先生穿着这么轻便，还很难得了啊！
是是是，要上飞机，送他去机场。哎，还要上飞机啊？那这么说，司机服。可是是司机服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那这样你就陪他一起了嘛，你就坐一坐，一人分半瓶。我可以他坐，我不坐吗？对，哎呀，这是可以可以可以。但是呢，这个题目我想说，我们再换一题啊，换一题啊，因为这个可能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啊，简单一点点，客人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来，好，哎，有被看到的，哎，两个人一起坐啦，有啊，干嘛一起坐？一起坐嘛，对啊，这个人家特别来探班您。好，这题很简单了，里奥纳多。迪卡皮欧在《芯片铁面人》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一、亨利八世；二、路易十四；三、路易十六；四、查理一世。五、七八十。二十一世纪。好的，加油！我可以让他一个人做。那看他同不同意啊，志奇啊，他说他想要离你而去，让你一个人坐在这里。看出来我们的感情不好，点出问题来了。路易十四、啊，好，我看，答对了没有？一起做，要一起做，哎，手抓的也是一样，哎，会传导线，哎，答，哎，这，请坐，两个人，哎，要不要改？答对了没有？要坐下去，罗慧娟。太厉害了，这要不是李志奇救他一命，啊，非常谢谢李志奇，我们鼓励一下，谢谢，加油。干什么？坐垫床啊？是不是让有坐的位置？那边。下列哪一种动物的皮肤最厚？一犀牛，二大象，三河马，四都不是，是一种动物。啊，没有，三个动物。犀牛。答对了没有？请坐，要坐下去。我有了。没有，这样不会电，它电传不上来嘛。没炸，请上座。下列哪一种动物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？一狮子，二老虎，三羚羊，四豹。五陈慧琳。羚羊，对，好，答对了没有？好，注意休假，下面再见。好。还活着，别怕，光给凯莉洗的棒溜哟。好，现在只剩下四张椅子了，换你了，看谁不顺眼就吹啊，来吧。可是都是好朋友啊，他们才没把你当好朋友。题目来，请把道具推上来。好，给我们这位模特的掌声鼓励鼓励。来，这边交给你们两个一下啊。怎么弟弟啊？还没有，你请留步啊。这边没有，不能没有主帅。啊，这边女色。请问一下，你喝一喝看，第几号茶杯是洞顶乌龙茶？
喝水怎么会配这种声音？真的吗？基本上，这种颜色绝对不是乌龙茶。哎，你讲给伯的脸。第三场，好，请坐，请坐，好，请坐。答案对了没有？恭喜恭喜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好，大家怎么都这么厉害？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妻子下列的哪位？一大乔，二小乔，三貂蝉，四吊桥。怎么会变吊桥呢？大乔、小乔、貂蝉。貂蝉呢？我听成吊桥。是甄妃。第二个答对了没有？要要坐下，要坐下。要坐着，好，答对了要坐。要坐，要坐。剩下三个人，好。分配的很平均嘛，啊，嗯。来，罗小姐，请到这里。是可以暗示了。哪一个是中东国家不是说阿拉伯语？阿拉伯语。阿拉伯语。阿拉伯语。一，伊朗。二，科威特。科威特。三，伊拉卡。我个大人手嘞！四阿曼，Happy Bee Happy Bee Happy Bee Happy Bee， 几好啊！一，伊朗，答对了没有？坐好，坐下来，要坐下来。你不能这样子，亲爱的马桶，坐下，坐下，这样蹲马桶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！他也干脆的。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是在西元几年？西元。西元几年？一，1927年。二是1929。三，1931。四，1933。我会学国语。1927。1927。好，二七。1927。答对了没有？请坐，来，请坐好。哎，好了，绝不能暗示了哈。好，开始。世界著名孤雏类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？一，狄更斯；二，大仲马；三，小仲马；四，罗曼·罗兰。有人写好了。一两三四，点到无代志，我讲。哎呦，两个人都胸有成竹，不给对方看到，漂亮。好，翻过来，一个一，一个二。好，我们不知道谁答对了，请坐好，好吧？来，向后坐，向后坐，坐好了。向后，这要贴着啊，答对了没有？罗慧君小姐今天得到我们这个冠军啊，谢谢所有的美女跟帅哥。